妈妈切的大小不一样，还在这补，被我发现。等下成年人，这个爸爸说不要拍，哈哈哈哈哈，笑死了。看妈表情，说爸这个弄时间长了，一脸嫌弃。爸吃了已经冷死了。潇潇今天来还债了，等一下宝宝妈妈就开始做豆腐卷和辣汤了，我们拍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。剪视频时才发现今天的潇潇太不修边幅了，不好意思请原谅带娃的宝妈，仅此一次下不为例。第一步先和面，大概是600克的面粉，面粉我们家买的就是这种家乐福的中筋面粉，然后妈妈放下面就开始放这个酵母，这酵母好像也就是家乐福买的对吧，啊，就这种酵母，5克4-5克吧，酵母大概放到4-5克左右吧，嗯，哦，600克的面粉，4-5克的酵母，水温呐，就是30多减的吧，哦，水温30度、啊，手指嘛放进去嘛，不烫。OK， 嗯，温水， okay， 温水，好，嗯，然后倒进去搅，筷子搅拌，筷子搅拌。此醋加速处理，反正就是一直拌拌拌。这个分成块状的。哦，拌成块状的。你卖点手头，没事自己下去。以前我的妈妈就是告诉满手面吃下去，这个面就能软软的，不能太硬，和好，和好了就是三光，盆光、面光、手光，对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捣蛋虫来了，他今天到海边喂奶奶吃沙子，奶奶不吃，然后他就是坐在海边就这个样子。你说阿呜是不是要欠揍？啊，就最后盘成这个样子。对，嗯，这个我就不用保鲜膜了，就用这个盖子给它盖上，把它捂起来。然后妈妈把它搬到哪里去了？嗯，放在哪里？里面哦，放到里面的床上。小棉被子给它盖起来。盖起来。啊，用棉被盖起来，保暖，给它发酵是吧？对，保暖发酵，嗯，这大概发酵多久啊？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。天气冷一点，就是时间要长一点，是吧？哎，哦，你发酵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再看啊。好的，嗯，好的。Later。他说他的面已经发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发完了是什么。哇，那么大，棒棒的！哎，为什么摄影机里面出来是黄色的，面是白色的？我们看看哦。哎呦，你的屎！哦，我干净的。哎呀，看看马蜂窝，马蜂窝，看看漂亮吗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呀，我妈笑了。灭火成功了！灭火成功了，对，就这样。爸爸动作太快，一个不留神差点走过和线。妈在和面的时候，爸爸在调这个线呢。这个豆腐就是这个板豆腐，也是从家乐福买的。你勺子把它弄碎了就行了。哦，用勺子。就弄成这样就行，啊，碗有点小，然后切一点葱花，就是那种小葱是吧？对，就是小葱。嗯，给它放到豆腐里面，嗯，就放这一点就行了不？对，就行了。嗯，葱花。2块豆腐大概放，这个根据个人的口味，哦，看个人口味，含蛋自己口味掌握住就行了。嗯，放点，这个是鸡精是吧？鸡精提提鲜。啊，椒粉，白胡椒粉。哦，还有白胡椒粉，有点辣味。嗯嗯，
这个口味多少就按照自己口味了，自己掌握就行了。反正就放个几样东西。放点油。色拉油。不然里面没有油不行。放点油。行了。就这个。就这个就行了。潇潇觉得加点虾皮更好吃。排气。对。揉开，揉一下。妈妈最喜欢做面，真不好，做的很好啊！你看人家都想吃，给它再醒发，揉一下再醒发不？再醒发一会儿啊！再盖起来。我们这个醒几分钟？醒发5分钟，好了。第二次还要再揉吗？不要揉了。不揉了不？不要揉了，就给它弄成长条。你要帮忙啊！哎呦，你要帮忙呀！我们家的捣蛋虫来了，能帮忙的是姐姐，不是你，请你离开，请你离开！你看你的手，哎呀，你看那腿，它又掉下去了。让爸爸帮忙把手帕弄干净。被封印了，快点！哎呀，你说我的手上都是面。搓成长条，盘面剂，然后切大概那么大，如果想切小一点就包的小一点，就根据自己，就根据自己要求是吧？对，大一点小一点都无所谓的。揉成个小圆，小圆饼，揉成小圆饼，给它按平，按平了，然后就变成这样。妈妈切的大小不一样，还在这补，被我发现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是凭感觉。开动，开动，放点面粉，中中中。擀的薄一点，擀薄一点哈。薄一点，裹的。裹的多一点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好，就这么大小就行了。就这么大小。嗯，这厚度就那么厚。厚度就这么厚。哦。一抗出来，它就泡了。肖爸肖妈的流水线开始正常工作了。妈妈擀皮，爸爸在包馅。馅包多少？这个包多少都无所谓的，主要是操作。好。先从边子开始卷。给它卷起来，卷起来以后就把两面烂下，就行了，这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了，等一下就下锅煎就可以了，超简单。昨天跟你们说还要做一个淮安的特色小吃叫辣汤，爸爸刚才已经在做了，我赶快过来拍一下。就这几个配料吗？就是那个面筋。面筋。这个布爷龙口粉丝。粉丝。然后这里边还有海带丝。海带丝。这个是锅里面加的是白水不？白水，先把它煮，海带丝先煮熟了。海带丝先煮熟。好。这海带煮熟了以后，往上烫。加上什么豆腐丝、面筋，对，放在锅里面给它煮开。差不多了，最后放粉丝。这里面所有都煮熟了以后，最后放粉丝哈。煮开了以后，调味先放点盐。这里鸡精提提鲜。这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勾芡，然后超市买的玉米粉。玉米淀粉。对，这个台湾叫玉米粉。然后放大概小半碗嘛。最重要的一步来了，勾芡。搅开一勺就是。第二次勾芡。再煮一会儿以后，再第二次勾芡。就差不多了。全放进去。调成小火，最后出锅前加上胡椒，白胡椒粉是吧？黑的也可以。黑的也可以的。黑的很香的，黑的很香的。好的。白胡椒、黑胡椒都行。这个胡椒粉需要放多一点的。对，浓一点。辣汤的汤。辣汤的味道，有一样辣就是胡椒，还有一样辣是辣椒。对。好了。这就很好的。
就是不稀不厚的，刚刚好。升级版是可以把里面的撕一点那个鸡丝放里面是吧？对，鸡丝辣汤。对对，鸡丝辣汤。把鸡丝放在里面也是好的。这就可以了。好，关火。好了，我们的豆腐卷完成了，准备下锅。耶、简不简单？好，准备下锅了。平底锅，然后里面倒一点油啊、不粘锅最好。不粘锅最好。记住肖爸现在说的不粘锅最好，因为后面油到里面先烧热了，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卷放里面、然后就放在炉子上面。炉子上就加水。对，加水，不然这个要加水啊，加多多的水。加多多的水。对。大概多少？今天玩了大半碗水。大半碗水，我看看浇到锅里面。就这么多水。对，盖起来。盖起来。先来给它烫。把水都差不多了，再加点油。水已经没有了，已经变胖胖了。对。再加点油，不然会煎饼。现在把它烫，慢慢的烫，把里面烫。下面是小火哈。慢慢的。这个等下沉淀的。这个不要说。这个爸爸说不要拍。我被爸笑死。我们家这个是不是不粘锅，所以它有点粘在上面。小爸翻车了。最好用不粘锅粘做啊。对，就是这个背后亮亮的。一定要用不粘锅会比较好铲下来，也不会粘底。对，这样就漂亮了。此时的肖肖觉得肖爸烤过头了，但不敢说。好烫。漂亮的。对，哇。好了，这个有点过了，这个有点过了，没事没事，再来一锅。看妈表情。说爸这个弄时间长了一年嫌弃。我笑死。没事没事，这个好吃，脆脆的，就这一个而已。我最喜欢吃脆的了。你看捧场王来了，最喜欢吃脆的。脆脆的好吃。我每次都先把里面馅吃完了，然后就可以吃外面的饼了。最喜欢吃外面的饼。第二锅又粘了。这个不要吃，不要，等到我们车铲完了。给你铲完的，好，不烦不烦，铲完。肖爸又翻车了，我真的笑死了，肖爸太可爱了。好看。把七来斤的。第二锅起锅，翻一下啊！真漂亮，真漂亮。这个炒豆。这锅爸爸满意了。笑死了，绝对第二锅，满意啊！这个还是好看，金黄的，那个都够煮了。这个是火大的，这个是火正好的，哇！终于开饭了，辣汤最后调味。先吃辣椒的，可以加点辣椒。辣汤好了，放点辣椒，是这种辣椒糊。对，里面有麻油。多了点麻油。有香油。对，香油。奶奶你要不要？我不要，不要，我自己兑。你自己兑，来，你兑。我加点醋。醋就是乌醋就可以，我们家是镇江香醋。哎呦，那么多。对。这个口味按自己来哦，你看我妈又嫌多。好，行，那你自己兑好吗？我自己兑。好，现在搅拌开了，就这样，这就是华安的辣汤。对，可以试着做一下啊。里面可以加点香菜。还可以加点香菜。我都咽口水了。好了，豆腐卷也做完了，辣汤也做完了，我们开饭了。你们学会了吗？到时候做出来评论区告诉我，还有哪些不会的也可以问我。拜拜。拜拜，小爸小妈，拜拜。